麦克风测一下，插在上面吧。Okay, welcome everyone. 我们今天还是用中文讲。那个在他们做处理设备的时候，我先简单说一下，我是灿烂时光的负责人张正。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一场讲座。那君慧，其实我在脸书上也看到这名字很久，有蛮久的。包括我同学刘吉雄在做那个越南难民的纪录片，然后今天现场也有瑞玲，也是来过好几次。光慧姐，我们刚才吃了一餐她的晚餐。好，那个如果大家有肚子饿的，楼下那个烧腊都新鲜的，可以拿上来吃。我们这边是可以带外食的。好，那这本书我正在看，快看完，我看到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那个，很容易读，因为我自己的背景资料还蛮多的。我听过光慧姐演讲，我也是刘吉雄那个片子的顾问，然后还跑去韩国找那个路线，还有。不过这个书我觉得很棒，是让我把前面的东西又重新串起来。那会对越南难民、对 Boat People、对这些故事有更清楚的那个轮廓。那很高兴有这一场。不过我要先讲一个事情是，其实我来的路上我很生气，因为那个我认识的一个越南劳工，在台湾的越南劳工，他现在回到越南，然后今天被判刑，判了9年。哎呀，我其实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那个越南劳工在台湾其实处境就非常的不幸，他也雇主不好，逃跑之后车祸，我断了腿，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在那个龙英雄神父那边，我们是去教他中文，我跟我太太去教他中文，然后看到他从不太会中文，然后自己很努力的学中文，然后看法院的那些判决，然后打官司，哎，那非常有韧性的一个越南女生。那回到越南之后，她也帮她的同乡争取权利，结果现在我其实还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被判了9年，其实还蛮重的罪，不过应该就是有点像台湾从前的白色恐怖。那当然比起光慧姐你们当年的越南，当然还差一点。可是就现在来看，而且是自己认识的人，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也刚好碰到今天谈这一场不漏洞啦。其实我自己会试着用越南话讲，巴老德来，巴老德来，巴老德呆，
欸，那个好像又是北越南越的发音的，我搞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那四个字半岛的来，可是那那广东话翻成不漏洞啦。半岛的来一样。好，那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也非常谢谢蔚晨出了这个书，所以我今天麦克风先交给蔚晨的总编辑。对。好，那今天很谢谢，就是在这边看到大家，我是蔚晨总编，我是瑞琳。那其实我们跟作者，我们就开玩笑说，今天很像网友见面，就是我们其实是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工作。那他在加拿大温哥华，其实我们是不认识的，对，就是说在隔着这么遥远的距离，然后经过两年的讨论，然后制作，那终于把这个书就是做出来了。那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做一个出版社的立场，为什么要出这个书？对，就是说今年可能这几年我们都会看到，难民的问题重新又浮上国际的台面嘛。那可是难民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在近代的历史中是一直循环的。对，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去关心那些就是比如说叙利亚的难民，其实有很多难民问题的原型，搞不好是要回到70年代、80年代的越南的难民潮这样。对，就是说国际应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还有这些灾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出版怎么去讨论难民这个事情，那其实它的一些历史的回溯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一直在想，就是说难民它不只是人道的问题而已，就是说当我们在看难民的问题，我们更要了解难民的问题的历史，还有它的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条件会造成人的流离失所这样子。对，那其实我接到俊慧给我的书稿的时候，其实我想他只是认为就是他在寻找出版社，然后我觉得当我看到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东西，就是难民的问题当然常常在国际新闻看到，可是越南的难民对我来讲，对我的成长记忆就是男孩写书嘛。对，但是它是一个好像又有点遥远的东西，然后我看到那些他访问的那些人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好像没有办法放弃的题材。虽然我还不知道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出版形式呈现它这样，但是也就这样子，我们就一路讨论下来。那我自己觉得这本书如果就一个编辑来说，其实我收获也很大，因为从难民的角度看出去的世界史是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对台湾的读者来说，其实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的一些不同，就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对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历史和差异不是那么敏感，我们可能就是蛮典型的会去就是有几个刻板印象这样子。那可是从俊慧的故事里面，比如说好了，我会看到说各国不同的难民营的一些比较，或者说难民的处境，那其实会让我好像对这些国家有稍微有更多的了解。对，那这些我觉得对于重新认识当时候的历史是很珍贵的。对，那尤其是说我觉得就是一个作者他能够碰上这个题目，遇上这些人，都是一些命运或者说缘分，那他好像是背着这些人的故事，然后让他就是带到这些我们这些陌生的读者面前这样子。对，然后甚至他为了这个书，他再重新飞回到香港，飞回到台湾，他我们今天知道说他大概都十几年没有回来了。对，那好像就是因为这本书又重新连接起来，那我自己是会蛮期待说有越多这样的出版品，其实可以促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那今天我其实也很期待等一下各位的一些分享。对，因为我知道今天有来很多就是对跟越南难民有关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聚会。那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俊慧，然后先请他就是稍微讲一下他写这本书的一些过程，还有他的动机。然后我们今天有邀请到那个政大的黄宗鼎老师，他也有在书中写了一个很棒的序，那他可能会从历史背景跟台湾读者要怎么看这个书，然后做一些补充，然后之后就请大家就跟我们交流这样子。那谢谢。好了，谢谢小瑞。
谢谢各位支持，我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好多的支持，不光是从那个以前的难民本身，今天在座的有些我刚刚才认识真正的见上面的有黄光辉女士，他们当时也有上传的，有亲身第一手经历的，还有黄宝芝女士，她在那个越棉寮，你知道我说广东话了，越棉寮的文化界上面是非常活跃的分子，也有写一些有关的文章，对。还有郭庆兰先生，我们也是网友，今天终于第一次见面，那他也是有亲身经历在越南统一的时期，这些生活的情况，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本身对于越南的认识很非常的不足，所以我就是有一点意想不到的。我上一次回去上港是15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自己跟难民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这跟所以没有想象我会有一天真的去接触他们，书写他们的故事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是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就在几年前的。有一个在温哥华 Vancouver 的一个难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在加拿大住了三十年左右他跟我讲一些故事，其实是我问他的，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跟他认识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但是都是唯一的一次我跟他在吃饭。那我是上港人嘛，我上港人认识的就是越南船民的一些很片面的一个形象。我跟他说那个时候的难民船是怎么来的，究竟是什么回事。那他给我说一下一点点南越的一些情况，还有说一些什么公开船啊、半公开船、黄金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其实不太明白的，就是一些很陌生的那些 terms。但是后来慢慢我跟他分开了以后，我坐公车回去另外一个地方，慢慢就觉得是有点是沉淀的有一点点的沉淀，那我就觉得开始就有一点 emotional， 就有点很激动，就是可能是因为他讲他妈妈的一些经历，那是我觉得是第一次因为越南船民的问题突然是觉得激动起来，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听的都是新闻嘛，还有一个不漏洞，那我是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听那个广播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好玩，我没有想到就是我是我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少，我就没有想到原来是后面是有一个那么沉重的那么震撼的一个事故事。然后那就是一个事情过了一个月，我就差不多每一天我就在想，那个就那么宝贵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真正的记录下来，那我觉得是很值得记录下来。那我就真的要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郑老师的，我这样称呼他我就问能不能听你的这个故事，我想记录，他同意了，但我就非常的开心非常安慰，对。那后来我就陆续的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后来网上看见什么呢，凤笛诗社，就是黄宝芝女士这里在里面的一个文化组织，上面的人写一些什么一些散文也有，是各种文体的也有，其中也有的人写的东西也有融入自己的难民的经历在里面。那我就看见的一个是邓超文先生邓超文伯伯，我看见他写他们的难民船，那我就问他了，能不能引用你们的一些资料，他也说好啊。那刚后来黄宝芝女士看见有人想做这一个记录，
就介绍民宿给我，这个欧国民先生，然后民宿都知道了，他说他就好好啊，他很喜欢做一些回忆的，他第一时间就给我他自己本身的逃难的故事，还有给我好多资料，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南越的生活情况。那慢慢我就有一个构图，那我以前完全是没有 idea 的，现在就有构图。那我就说了啊，我可以开展我的那个计划这样的。那好幸运的，我就是总共有六七个人，还有他们的家庭，我觉得还算 diverse 的，就比较多元的，因为当中有华人。也有他们口中的一些正宗越南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南越的也有北越的，还有一些就是难民营中转的时间不一样的，可能有人几个月就有国家去接受，然后还有的可能等了5-6年左右的。啊，当然也有，就整了10年都不能走，也有这样的人啊。那就是这样，我有其中两个受访者，他是在香港中转的。那他们走的时候是比较小，那是10岁、8岁左右的。那我就觉得，哎呀，他们那么小，会不会说他们的记忆没那么清楚啊？那他后来就是。这两年那个难民的新闻越来越多，就有他们都说一下他们这那小难民没有上学的那个情况，那我那个时候访问的那个越南人呢，他们都有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难民营没有的教育。他们就是庇护的国家，可能也不允许他们去上学。后来我就知道啊，原来这一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可能因为好多难民如果没有接受教育的话，就会有一个 lost generation。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还算幸运的，就是。我在自己不经意中就得到好多的元素，比如说我有一个受访者，他有提到他的妻子是怀孕的，他逃难的时候会怀孕，是应该这样说的，好多就是男人的一个健康的人要逃难也已经是很辛苦了。再不说一些有病啊，有什么在怀孕的人，他们是特别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我虽然我说我访问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都有好多不同的元素，所以在这方面我是觉得这很幸运，也谢谢他们的帮忙这样的啊。钟林老师，你这有什么想说有没有啊？这么快吗？我不是的，我就是有一个 break。对。那我说完这些人物之后，我就要说一说那个书名。因为我用的是船名，船名跟难民是两个名，两个很这个 terms， 其实在当时候的那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船民有的人可能是有点介意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香港在1988年、89年的时候开始跟联合国一起都开始实行那个 screening， 就是那个甄别政策。那个时候上岸的人不再在证明做难民，他们一定要通过一个审核的阶段。一上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创作的那个什么 asylum seekers， asylum seekers 就是那个寻求庇护者。
那他们要先接受那个examination， 通过了，那么他们就是难民 genuine refugees， 那他们肯定有可能去移民到第三个国家。那没有通过呢，那就可能要送回越南，就是有一个新的政策。那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一些难民设施了，以前就叫难民营。那后来就实行了这个甄别政策以后，就改称了这个船民中心、船民营这样。所以有的人就是听见船民，只是有点他们有一点的就是介意，对，他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可能有一个失败的可能，就是不是很郑重的难民这样子。这个其实一个其中一个传世。然后呢说难民呢就叫他们越南难民，有的人也是有些抗拒了。就是难民是在好多人的眼中可能是一群要接受救济的一些人啊，那可能是比较弱势，所以呢他们觉得是一个污名啊，就是好长时间也没能脱掉。那所以都当中有的人可能是在就是看他们的角度吧，这样子啊。这个我觉得要讲说一说，就是他们对他们这个重要性这样。这是我在做这个其实2013年开始吧。我在看我的朋友知道我做开始做了后做以后呢，我也是受到一些message， 他们告诉我，哎，我有朋友是越南的背景，也有是柬埔寨的背景这样。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一个分享，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 Muslim， 就是穆斯林啊，他在加拿大那边的，在Montreal， 他就告诉我的，哎，我就是一年以前吧，一年以前加拿大就扩大接受那个叙利亚难民啊，那这受了两万五千左右后来再收更多一些啊，他就去当义工，就去红十字会那个 Red Cross 当义工。他是怎么了？好像上了大界难民的时候呢，他们就先住在一个酒店，你现在酒店先安顿一下，然后再过一两天再分配到加拿大不同的地方去安置。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去给他们做一个亲善大事嘛，给他们提一些行李，每人也不带多行李了，就是每人一箱行李啊，就给他这个行李。这做的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但是他说的什么呢？他说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审核的标准都是挺严的，就是说你要做义工呢，你要说这些 paperwork。要这个纸上的申请，然后还有还有不止一个的 phone interview， 就是电话还要给你的一个面试这样的，然后还有要 go through 的是 criminal record check， 就是有没有犯罪记录，你才能做这个义工这样，那我听说哈，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分享。就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幸运，这挺宝贵的。那再说回去那个2015年的难民潮，那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真的会遇上了一个难民潮在我的面前出现的，真的是发生的。那个时候那个书基本上是成型了，对，就成型。那我自己本人就问自己，也有一点点的触动。当然现在的难民是更加严重了啊。当然我做了越南船民的故事以后，我对现在的难民的了解是更甚。我是觉得比较容易了解，比如说难民的一些心态。
比如说一些偷渡集团的一些运作方式，其实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对难民船的故事也有更浓的兴趣。也不但是海上难民的，也有沙漠难民。沙漠难民我也有的时候也会看，比如说在非洲那个撒哈拉那边，他们坐车在这个黄横过沙漠，有的时候坐的，那么他们太多人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就丢在沙漠上面，你就自己的死这样。这样的故事我都会看的，那很悲哀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就是尤其是在英语的世界啊，那有关难民的一些分析的材料比以前多。因为我做的时候，我感觉找资料是非常困难，有的也是非常的零散。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有关难民的 literature 一直也是不够。但是在2015年那个上了一个国际新闻以后，就有的人就意识到应该要在做一些比较更多的一些文章，一些比较深入的评论这样。那我觉得很有用，我有更多参考的资料。那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喜欢比较两个难民桥有什么的一些共同的地方，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越南难民也碰到一些排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马来西亚吧，就是马来西亚他们，我们最记得的就是他们会拖船出公海，是吧？这个是最残忍的情况，对呀。其实越南难民没有太多的兴趣留在马来西亚的，但是马来西亚的那么有的，他们的政府就是利用这个难民桥，可能就散发一些排外的言论，比如说他们在如果有一个election， 就是 election 是那什么选举，对，选举，那就是他们用作一个政治的一个手段。那现在就是2年前，尤其是匈牙利也是这样啊，他们建围墙，是吧？还有找一些 hunters， 就在边境，就是去抓一个偷渡客。其实呢，现在好多中东跟非洲的难民没有什么兴趣到匈牙利真正的落脚了。那但是匈牙利都是有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做一些政治把戏这样啊。另外对我香港背景来的人比较重要的是禁闭营，就是 close camps， 就是一些不允许难民出去的一个处理方式。那现在在希腊就是这样，因为2016年是这个巴尔干这个一条线，就是 Balkans 这条线，就是已经被封住，就是我们不能再见到难民，就是穿越人的多个国家的行径，因为现在已经不允许了。那好多难民就是困在希腊的一个小岛里面，就像我们香港人也是想起了以前这82年以后也实行了同样的政策，就是困在一个营地里面。那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难民就是很忧郁很 depressed 的样子然后有的人也是女性也觉得非常的不安全，因为难民营是非常的复杂还是打架肯定有的，就是现在就是在中东非洲的一些难民，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也是打起来啊，有的时候这很容易发生冲突然后在我们香港人很记得就是南北越南越跟北越的难民，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打起来很严重，有的时候可能有就是放火这样子啊。然后呢，我觉得难民还有一个很就是有一个共同点，我觉得
就是他们有一种博弈的心态，就是他们愿意去 gamble 啊。比如说他们听到有一些人在外国，在西方国家，他们就很成功的安家，他们就会说我们也去了。他们不会去想不会去管面前的这个旅途有多危险，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觉得有些希望，他们就去做这样。还有的我比较敏感的是好多的难民就是有的家庭是很大的就是我接触的一些越南的家庭，就是家里面好多子女，就是可能有十个八个，就是很普通，就是现在跟现在的难民也是一样啊。那我觉得一个家人多，可能就是有一个资源，我看见好多兄弟姐妹的资源，我觉得他们互相支持也是这样，我很宝贵，我觉得。但是他们到第三个国家，比如说到了加拿大以后，找房子不容易，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但是好多现在的叙利亚的难民就很困惑，就是他到了加拿大以后，就是找的房子就不够住，这样。那这一次我回香港上一个礼拜吧。我做了什么呢？我去了好几个难民营的旧址，其中有好多的已经就拆了，因为在市区根本不可能保留。但是在我跟编辑也有去，一个是喜德难民营，有一个难民营在这个九龙的一个市区。他们还有保留一些难民营的这个牌子，还写着这个信秀，全民越南难民的中心，还有的，所以呢，有的越南全民他们移民到外国，但是他们要入境香港会旅游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看回去看看自己以前的过的日子，这样。我还有一个机会跟一个香港的一个香港以前有什么，不过也不是警察了，他是一个 corrections department， 就是那个惩教处，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官员，我跟他讲过一下电话，他就是回忆一下以前要送船民回去越南的一些事情。他主要是负责什么呢？就是他比如说有一批难民呢不合资格，要送他们回去越南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先从他们从难民营移送到一个监狱。其实难民也不是什么罪犯的，但是当时的处理手法就是这样，送他们到一个监狱。然后第二天就是把他们地界就解押到上飞机，一个人拖住一个上飞机，然后送他们到越南。那我跟我通电话的这个职员，他是负责辅导跟那个戒毒方面，因为好多难民吸毒的，这个时候真的这怎么算，真是被还有好多原因呢，其中就是有点心理的关系啊。但是他就回忆说，那个时候上岗的人力不够，有的时候警察也好，就是 corrections department 的人也好，有的时候人手不够。那有的时候难民发生什么冲突的话，也没有其他人在征召来过来支援的话，那能够做的只有袖手旁观这样子。就是像上火一样，你发生上火，你就有的时候只能让它一直在烧，一直不断的烧这样。但上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直到有最后就是出动了一些催泪弹的，就是 tear gas 这样去镇压，就是发生了好90年代发生了的好多事，这样的事情。好，这样。那还有我有的时候在想的是，就整两这三四年的时间，有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怎么样去速写难民啊、
因为速写难民好像 的人也不是就算太多，我现在还是觉得不够多啊，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怎么了，就是怎么样去融合人性价值跟那个mass migration 的一个现实。那比如说人基本上都有一些同情性的啊，我跟人讲一下一个难民的故事啊，通常都很容易引起一些同情，哎，那为什么那么惨呢？为什么人性会这样啊？这样，但是如果我说，哎，我们要提倡要接受难民，比如说10000个难民的100000个难民这样，那可能大家的反应是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我现在不论是在我们书写也好，NGO 也好，还有什么。还有政府做决定的也好，这个是我们是最大的困局，我就觉得就在这方面啊，就是怎么样平衡人道主义跟这个大型移动的这个现实怎么样去 settle， 怎么样去integrate， 就是让他们融入社会的一个过程，就是现在来说是最大的这个挑战。当然现在站得到，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比较好的，他们有一个 sponsorship， 就是一个担保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呢不用去什么都靠着政府，就有一些民间的力量去帮助我这些难民过来去安家这样。好了，我觉得我是不是要有一些时间，就是有一点点互动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继续讲啊。好，谢谢君慧啊，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我是黄宗鼎。OK， 好。这个今天很高兴来担任这一次这个新书发表的人哈，其实我看到语坛这两字，我会想到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哈，之前有一个语坛哈，那不过我是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我想做另外一个联合国秘书长，叫安南的哈，就安静的男子哈，专心的坐在旁边听这个我们的作者来发表他的大作哈，那我看了这个作者的这个书之后呢，我真的会很有感触，就是在我们今天台湾这个时间点哈，这样的一本书确实非常有意义哈。那主要是从三点来说哈，第一点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历史教育哈，好像我们的这个关注的问题哈，就只有台湾海峡这一块空间的移民移动，好，那超越台湾海峡之外的移民，不要说是华人移民，我们其实是不太关切的，好，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重要性的所在，好，那第二个重要性就是在于说，有关于这样华人的这个文本，好，长久以来就是，其实从冷战时期，在国共内战的那个氛围之下，我们其实，把华人都描述的比较单纯而美好，好，就是我们看到的华人形象，就是那个，他可能受到殖民主义者，或是受到东南亚在地政权的打击打压，好，他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或是他是一个。这个和平主义者的角色，好，或是他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劳动者的角色，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角色都是本诸于华人的这个一个特质，好，但是历史跟这个华人不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片面而已，它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那华人为什么被排挤，在越南那样的那个1970年代的那个时空，那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些可能在越南都待到这个两三代以上的人，他们仍然不被当成是在这个土地上的一份子，好，是发生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那在冷战时期，我们
很难有那样的一个环境，因为台海两岸在打政治宣传战，所以争取侨心都来不及的情况下，两岸如果那时候有设脸书粉丝团去争相邀请华侨华人来点阅按赞都来不及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去说华侨华人的负面形象？好，不会。但是在这个年代，我们是可以去重新反思那些故事、那些题材的。好，那最后一个重要性是在于，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讲求新南向的年代，我们这个台湾的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了。好，那这个刚军会谈到了这个新移民跟旧移民融合的这个重要的课题，那这现在在台湾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经典老爷车》。好，这个克林伊斯威特以前有一部《经典老爷车》，这部片子非常经典，他就探讨到新旧移民交融的问题。有一群就是跟越战有关的这个从辽国到美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叫盟人。好，这些盟人被美国路德教会拉到这个美国去住，然后居住的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个社区，那个是这个有一个白人优越、种族优越非常强的一个老先生克林斯威特，他所住的这个环境。那这个老先生从一开始他去这个对他的亚洲的这个新邻居有一些刻板印象，到最后他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成就了这个新移民在新的居住地的新天地。好，那当然我们很少在移民社会看到这样类似像无缝这种自我捐躯式的这种包容式的关怀。好，但是我们台湾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文化包容、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确实要身体力行。好，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很适合我们现在来阅读的重要原因。那我最后就这个历史背景稍微铺陈一下。好，这个越南的这个排华，或是说越南的这个船民好的故事呢，其实跟四次这个战争有关。第一个大的战争就是跟国共内战有关。好，那在国共内战的这个影响之下，所以有一批比较新的这个移民，他们进入到从中国从陆地，就是我们刚讲的台湾海峡以外的，是走陆地的。好，他离开了中国，到了这个印度支那，到了越南。好，那因为这个落脚地方不一样，有的到了北越，有的到南越。好，那这是一个初步的影响。好，那第二个战争就是跟这个越南跟这个越共跟这个法国人的战争有关系。好，那在这个战争的这个结尾，造成了南北越的分治。但有一些原来在北越的华人，他们就跟着这个美军，或是跟着这个南越政府，然后到这个南越落脚。好，那台湾跟南越在有邦交的那一段时间呢，这个双方有一个牵涉到华侨国籍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一段历史下开展出来的。好，那当时1960年的时候呢，在西贡，据当时统计，80多万的原来是拿中华民国国籍的华人，都转成越南国籍。好，那第三次战争其实就是在那个南北越分治之下的这个越战。好，在越战的这个结尾呢，我们看到很多就是不想要做共产党的，或者说不怕被这个追杀、怕被破坏的人离开了。但是有一些离不开的人，他们努力的这个专营哈，也希望能够离开。这就是军会这本书故事主要的这些主人翁。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跟这个越南之间的战争。但这个战争广义的来说，柬埔寨的那个战争也算在中越之间的冲突里面。这一场战争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
1991年的这个中越的这个关系的正常化。那从那时候开始，中国跟越南就很清楚了，这个越南的对华政策是一回事，越南的华人政策是一回事。对华政策跟华人政策在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就脱钩了，以前是挂钩在一起的。所以当越南反中的时候，这个华人在越南的华人也受到牵连。所以大致的历史脉络就是跟市场战争有关。那后续的发展就请大家好好的去看君慧的书的介绍。那是大致讲，谢谢。谢谢黄老师在做一些保补充，尤其是在那个华人在这个中越关系的那边。那我就在上一个礼拜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在加拿大的一个氛围在这个地理上面也是提供了我一些客观条件去做这个事情。第一就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基本上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其实越南当然他们接受了好多难民，但是加拿大人就是有一个传统，就是很会关心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事情，不管是在自己旁边的国家，还是在跟自己很远的国家，都是很愿意去关注这样。那我可能在这边也在这里也是感染了一些就是给我一种 mentality， 就是一种思维这样。对，我觉得我做了这些故事以后呢，我对于这个海啊就有了敬畏。我本身我住在香港出生，然后搬到那个温哥华，也住过中国的大连，三个地方都是近海水的，就是有河水河口或者是这一定对着一个海，但是我对海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虽然说我没有这个难民的经历，但是我看了他们的故事以后呢，我对海就是有跟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敬畏，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事情。对，那我觉得自己跟香港的关系也是更加密切，我好多年没有回去香港，但是我透过书写香港的另外一个方面，我自己对于香港有另外一层的认识。因为香港在最后殖民地最后的20年就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那同时呢，我跟加拿大也有更密切的关系，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我自己也是觉得很 surprise 的。因为加拿大也有个很长的一个接受难民的传统这样。那现在越南全民给我的越南全民，他们我感觉他们最怀念的是什么呢？就是被救上来的这一刻。他们有的时候是转油台救他们上来，也有的是上船走过来的一些 freight ships 去给他们救他们上来。那他们觉得是怎么了？就是在死亡边缘给他那个重生的机会。那他们最怀念的就是这样。我这次过来上港台湾之前跟其中两个受访者吃过饭。我跟其中一个讲啊，在我的心目中你们的故事是很传奇的。我觉得可能我一生我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他其中一个就说他没有什么的心情的波动，他情绪上面没有 express 的什么东西什么的，他只是说淡淡的说，我这个什么都是硬着来的，硬着头皮，是什么发生在我面前，我们就去过这样子啊。就是我做这一个我写这一些东西，我就希望能够真实的呈现这一段历史，
这最少是我理解，就是我理解的真实去呈现这样。我没有说是，我没有去想去感动什么人的这样。但是后来我听我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推荐人看过我，他们也说是、啊、受到感动，那我也是很感到安慰的。因为我觉得当时经历过这场历史的人都是他们是很坚强也是很有力量的。那越南船民潮是怎么样完结了？第一是越南发展了，他们要实行那个市场经济啊。第二就是送把那些船民送回去越南啊，数目也是不少的啊。那我有的时候就问自己了啊，现在的难民，我们在电视上面看见了啊，还源源不绝的。这过了10年20年，他们会怎么样呢？我甚至有的时候在想他们啊，他们心理上会怎么样呢？啊，现在我看来，这个 humanitarian 就是那个人道的一个情况不是很乐观，就是我们看见所有的战争啊，所有的贫穷啊，所有的一些conflict， 好像都没有一个数。是这个什么像完结的迹象啊？没，这战争好像也没有那个停止的迹象。就是像叙利亚的这个情况啊，好多次都说哎呀要和谈，说来说去都没有谈出了什么哈。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啊，有一个越南的前船民都给我分享，他就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联合国难民署寄来的啊。但是好多越南难民就是到了第三个国家以后，有的时候他们会捐款都到那个不同的组织啊，有的是给这个 UN， 那有些 UN 就是在澳大利亚的在澳大利亚那边，他就是给他发了一封信，就是他可能是两页这样的。那两页只是说什么呢？现在非洲的情况是非常不好，这就是比如说索马里亚这样的地方啊，就是饥饿，那是饥荒，那是食物粮食短缺的情况很严重，还有不断的打仗，我们看的是苏丹啊这样的国家，没完没了的，就是他希望那个越南难民能够多赚一点钱这样。这我觉得这个很少听到的，通常我们就是你长期在捐款的人，就是还这个组织还请他们就是价码的捐款，就是可以想象现在的情况能够有那么严峻。有的时候我在问自己啊，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变得更美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很悲哀这样。对，那这样其实我也想跟今天是很珍贵的机会我是也想听听在座的一些有现场经历的当时候的一些嘉宾或者是各位到来的朋友比如说听听他们有什么分享的。我也明白他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不方便在公开讲，我也很乐意在事后跟大家讲这样，但我想也可以啊，就是还有谁有没有人想先讲？就是在这里是张松树你这样问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所以我们就把麦克风传下去。那个。我们这边的规定是每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对啊。那你拿到，可是你不想讲，就把它传给下一个就好。我先丢一个问题。对。因为我自己在看，然后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应该问君慧还是问这个有经验的嘉宾，就是难民营里面南越北越会打架，写到很多这一块。可是我又想想又很好奇，有点对不上，是因为逃出来的多半是华人，那华人
分南北越吗？或者华人北越的华人、南越的华人会打架吗？应该好像不会吧？应该是华人跟其实好多不同的族群也是有一些不要不是打架，也有一些其他的 conflict。上港来讲，因为它的地理上，是真正的是有比较多的北越南难民，所以是有金族，就是越南人。越南人对，就是华人是特别是其中一个时期比较多，就是跟那个中国打仗的时候会比较多，但是其他的时间也有好多越南人的。就是我刚好接触的，就是在上港难民营中转的那个都不是华人，这个宝夫跟阿庆他们都不是，他们就是在讲越南话的。其实我也听过，在一些难民营也有一些华人跟越南人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意见闹出一些问题的情况啊。也有一些这其他的民族，比如说刚才我刚才在重点在说的高尚的一些民族，也有的时候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就是越南的人汕头主义的是挺严重的，对。所以如果您这难民营里面还有一些发生了什么的纠纷啊，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江湖啊，就是黑帮黑社会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再加上这一些的元素的话，那打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官员就回忆他们说了，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难民自己来制衡，比如说难民里面通常都有一两个 leaders 就比较能够有话语权的，你比较能够管事的，就有的时候需要跟他们协调，因为有的时候有问题的他们会帮助解决，这样的真的很严重才就要出动催泪弹这样。那我们就传下去。我今天是杨木俊慧兰，我不是什么也不是书中的主角，也不是，那就是纯粹觉得俊慧写书的可信度蛮高的，那就希望听听看，然后也很希望了解传明的故事。那时候本来就认识吗？我们也是网络上认识的。对，是网友来捧场。对，没想说起来可能是同一个出版社的电子书的书友。因为就是因为我本身在加拿大，所以我趁这一个机会来到台湾的话，就是跟所有交流的朋友能够有机会见面，也是很宝贵的。对。其实我也是俊的网友，是 Amy。对。就是刚好你刚刚讲到，就是你碰到一次那个难民事件，就在写书的时候，那是见面那一次吗？见面，那不是说是那你投见面新闻的那一次吗？见面新闻，你说我书里面写的难民，你刚刚说就是你边写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难民。对，我说这是对我是没我应该是已经采访了所有人了，我记得2015年已经陈述了。对，对，陈。我知道应该是刚在那个 Alan Curry 死了以后，我就找瑞，这大概是这个时间。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个场合，是吧？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你在采访这些难民的时候啊，就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就是说第一个会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们最想要先表达的事情会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最，你觉得在他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逃难的经历带给他一个重要的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做很多采访，所以其实我对这些事情是最有兴趣的。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我觉得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的知道不同的职业背景也有一点不一样。
大部分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我的感觉啊，这个家庭的凝聚力是很大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是重要啊。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本身最 impressed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责任问题，就是他们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些可能是其中一两个人就先到加拿大成功了一句，他们就是要尽快的要接家人过来。我觉得这个是最辛苦的一个事情啊！我看到一些这根本照顾自己也是不容易啊！因为加拿大政府需要你有一定的收入啊，有一定的条件，你才能担保他们过来的一些，还要出他们的机票。我觉得郑老师我刚来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坐难民家属的飞机过去加拿大，坐了四次的飞机，就是第一次去泰国办手续，然后就去日本。日本呢那边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协调的好，他们那些难民英语大部分都不懂英语，这有一点 lost， 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后来等了好久才有人去再引导他们去坐下一层的飞机。然后再到加拿大以后呢，他还要需要通过一个面试，因为这是第一次入境加拿大他要去 go through interview，然后最后才再坐飞机到维多利亚，就是温哥华这对外的一个岛，这样。这是我想到他们回想起来也是这个挺 incredible 的这样子，是的。那郭先生，对，我想听你讲话，应该给你讲啊，是吧？我想对于关于，不好意思啊，跟作者有提到那个。北越跟南越难民啊，常常会发生纠纷或者打架的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北越出来的难民，他们长期都是可以说长期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可是南越出来的难民，他们在1975年以前长期都是在那个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换句话说，当两组他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的人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各方面都会不一致。由于这种不一致，我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是我对刚刚各位讲的做点补充的意见。另外有一点我想趁此机会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大家是否知道到那个越南难民逃离越南最多，那个难民船最多是什么时候？是不是那个解放前讲解放台湾叫做沦陷哈？因为解放就是比较，解放是好事，沦陷就不好事，因为共产党说是很好，所以他要解放，把你们解放离开那个美国的奴，不要做美国的奴才了，所以他们就是解放。可是台湾发明一个名称非常的好，因为台湾老早从大陆沦陷的时候，他就发明了沦陷这个名称。所以我们如果认为越南的解放让很多人都要逃离越南的话，这表示不好啊。如果那么好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大概有几十万人那个船沉到那个南中国海下面去如果那么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出来呢？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用沦陷，不是用解放这个我是顺便提供给大家一下，这个跟这个书完全无关。不过刚才我想谈的就是最多难民离开越南
不是越南沦陷以前，也不是1975四月三十以后，而是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啊？1978、1979、1980这几年所出来的难民船，可以说占据了现在目前在全世界越南难民的大部分。哦，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一个国家，比方现在叙利亚打仗，他们因为打仗难民才要跑啊，如果他们和平的话，我想没有那么多人跑出来。问题越南的难民出来的情形跟叙利亚的难民在这一方面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是打仗的时候反而出来的人很少，而且真的国家统一了，1975四月三十，当那个共产党打赢，把美国赶走了之后，一年之后，他们南北越就正式完完整整的统一了。统一了之后，怎么返回那么多人要跑出来呢？他已经和平了嘛，照道理应该被解放的，大家都很高兴的，在这片土地上面啊。这一点我想再补充一下，很可能就很可能我不敢全部哈，因为我不是研究历史，我只能说很可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越战争。中越战争在1979年一月的时候打了二十几天，在中越战争的前后，那个时候越南的政府发布那个路边消息，各位注意听我讲，什么叫路边消息？就是他不敢在收音机、在电视机上面讲，说你只要黄金拿来，我给你们出国，绝对没有越南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敢这样子讲话，因为假如他这样子讲，马上就受到国际的挞伐。他的下场一定不得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讲。他只是发布路边消息，路边什么消息？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2片，12块了，一片一块黄金，一块代表银两，那个时候的行情大概是12两黄金。1978年的时候，我讲大概，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他没有公开的跟你讲你到底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出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越南的官员敢跟你讲，但是路边的消息大家口耳相传，哦，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从1978开始就知道，哎，可以走了，只要钱有钱就可以走了。那我顺便又在这个在，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越共政府突然就会发布这个消息呢？因为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前，越共政府他一直要驱逐那些所有有钱人，他有钱人包括那个所有的中产阶级，反正你只要你做的行业你不是农业，不是工业，你是那个服务业的话，都把你算成中产阶级，都需要改造。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集中营怎么办？就想办法。他其实越共他没有柬埔寨那么绝了，柬埔寨真的拿机关枪来扫射，你走慢一点马上就死。越共他只是用嘴巴用恐吓的，要你一定要赶快去帮我开发那个新的经济区。他所谓新的经济区就是向下那个以前完全没有人机没有人去开垦过啊，可以说一片荒芜的地方，他们叫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去开发经济区，可是很多人只好乖乖的听他讲啊，跑去了。
跑去，然后越工又把他在西贡，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的房子当然是没收了。他跑了进去，在那边过活了几个月，里面没水没电。我们知道水电是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必须的条件嘛，连水电都没有，叫人家自己就挖井来引水，这样子大概实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嘛，就是从沦陷之后大概实行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多比较有钱的人纷纷从新经济区逃回西贡。当然我刚刚讲越工没有人母家都那么绝了，你逃出来他不是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马上开枪把你打死也可以，但是他没不像人母家那么绝了，这点我必须要承认。都很多人都逃回城市，然后越工知道他这一套政策是行不通的。刚我讲那个新经济区的政策，他是想利用这个新经济区的诱惑，把你弄到那个乡下去，然后把你的城市的房子来没收。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来没收，他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好了，他既然达到了目的了，你从经济区里逃回来，就算你住在阿妈妈狗家里，他不再管你那么多。于是他知道自己的政策没收房子的政策成功了，但是新经济区要开发就失败了。他知道这一方面就成功，一方面失败，他为了补救他的失败，又看着这帮人不愿意服从他那个共产主义啊，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妙计，就是刚刚我讲路边社的消息，就是12两黄金给你们出国嘛。就是我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时候越南是用因为这种黄金流动，其实有一些走私的一些意味的这个方法去转动，这个国家转动机器的一个方式啊。就是什么，其实我第一次听那个越南华人说的一些公开船的半公开，我是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对，后来我就问了好多人，其中包括国先生的，就是慢慢解释，我就有一点比较好的概念，就是他们这特别的一个运作的方式啊。谢谢你啊。是，刚刚你讲公开跟半公开，我再补充一下，一个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名称，叫做公开偷渡，公开偷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知道偷渡，偷的意思就是偷偷摸摸嘛，那里有人偷钱就公开跟人家讲我进来偷钱了、没有。但是越共政府他居然发明一套名称叫做公开偷渡，又公开又偷渡。那我简单的讲一下，公开就是对国内的，偷渡是对国际的。换句话说，你只要离开了越南的领海之后，也就是偷渡。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呢？因为他刚刚我说路边社消息，你给他12两，他给你坐船，那个非常公开啊。但是他有没有？他完全没有签任何的证件给你，说批准你出境，完全没有，没有任何一个越南官员敢写一个字，是我给他出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这个难民到了国外，国外来调查你，他跟外国的人根本没办法找到你越南政府的那个签，发这个证件给人家偷渡的证据嘛。后来他只能根据一些难民的口述，嘴巴讲，就是每个人的讲法都一样，可以说找到人证没有物证啊。他在国际上偷渡，那越共政府就是这点厉害。那这为什么公开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在他越南的国内
反正每个人都知道嘛。我顺便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候我讲十二两啊，十二两大概在1978到1979之间。那后来因为那些有钱人跟中产阶级都逐渐的已经离开了，剩下那些就没钱了了。那再拿十二两黄金，谁有钱啊？所以马上那个价格就突然间降得好低，降到4块3块，就是4两3两左右。我记得大概是1981之后，那个时候大概是4两3两。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现在讲了我自己本身就我整个家庭只有两两，就这两片了，所以没办法凑多啊。那个时候我就跟一个很好的朋友约好，因为他打算凑多嘛，他在越南那个叫美托，就是西贡，在胡志明市以西大概70公里的地方，那个美托他去那边偷渡，我就跟他去啊，在那边，在那个由那个船主，就是那个船东，因为越南政府他只是给你出境，他要找那个船载你去啊，那个船东。在那个船东的房子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在美托，就是我刚讲西越南胡志明市以西那个城市美托，他就是湄公河，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哈，里面有一条支流就经过美托，在美托，你走没多少路就到了那个。还就到了那个大船的地方了、啊、大船的地方我发现两边站满警察，特别为了保护这帮要公开偷渡的人下船。那个时候我跟着朋友去啊，可是 后来我走了一半，朋友走了，我突然间我自己停下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啊，在越南，剩下我一个人，我站在那边想了一下，万一我被抓了，被怎么样了？我回来没有房子住怎么办？我在那边思考了一下，那个警察马上就叫我回来，因为警察他根本没有证件，我刚才就说没有证件，只要你胆子够大，跟着一群人，那个时候很多人一块钱都不用付。就跟着上去啊，不晓得昨天有没听知道这件事，很多人一块钱都不用，就是跟着跟我讲，跟着朋友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停在那边几秒钟，然后被警察叫回来，那挡住了，那我又不敢说我有给了钱，我不敢讲这种话，就回来了。所以你就觉得是阴差阳错，我有点。这个就叫做公开了，因为他找警察来保护你，但是保护到哪里啊？保护到你下船的地方。换句话说，当你上了船，你的船开出去，你就不再去公开了，你那个时候变成偷渡。那时候你后来就是台湾政府安排你过来，我来台湾就跟那个。偷渡完全是两码事了、啊。我来台湾，因为我哥哥他本来以前在台湾读书，可以说他是以那个老侨生的身份申请我，我是坐飞机直接来台湾啊。对这个空运站啊，其实也是跟台湾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啊，就是啊，我看看人有没有这啊、有没有黄汉啊，其他的韩老师这分享一下。谢谢啊。我姓林哈，我今天主要是陪我太太来。我太太，她的资料非常的丰富，她的资料非常丰富，她可以请她上台发表。对，让她好了，对。对对对对对我是黄光慧。
我也曾经来过这里分享过我的故事。我是从越南，我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海港，直接下船。我逃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船上有400多人，包括我们，因为我是在学校，教了3年书，那时候我年纪很轻，我逃的时候只有18岁。那我逃的时候呢，就是经过我们学校的校长，目前他是住在加拿大，他是柬埔寨华侨，姓陈。那他没有就是没有直接找我，他是经由一位姓庄的叔叔叫我去问话。那我当时很害怕，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我们家很穷，那时候因为我父亲在军校教书，在军校教书呢，共产会抓去劳改，所以我听说我们全家都可以逃，不用钱。那时候我很害怕，我不知道说，因为有人跟我讲说，你们可能被政府就是看上了，然后把你们送到一个孤岛那边去丢掉，还是说政府的船把我们载到公海那边，全部人都推到海里面去。我逃出来的时候是快到了7月31号1978年，这是民国67年底7月31号。他刚刚39年了，38年。那我当时因为就是生活很苦，可是我的想法，因为我是家里大的大女儿，我下面有6个弟妹。我在共产来了以后，就是等于说沦陷了3年多，我才有机会逃出来，而且逃呢是由别人安排我们走的。所以那时候我在逃之前的6天，每一天都到海边去坐在那边看日落，看到日落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很彷徨，我心里在想说，如果我把现在我们是很穷，连饭都没有的吃的日子，弟弟妹妹都很小，最小的只有3岁。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继续生活下去的话，可能还可以活，但是如果说像别人讲的会被推到公海海底下去，还是说到一个荒岛把我们丢掉，我是不是把家人还有我父母亲总共连我9个人都一起，不晓得后面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以我很彷徨，我又不敢跟，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是对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没有抱什么希望，他一天到晚喝酒，走进走出就一直喝酒，那每天都醉醺醺的。那我不敢跟他讲说有一个机会说学校安排我们跟其他同一个小城的人一起逃。我住在越南的头顿翁套，那我怕把他们害死了，可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逃的话，可能前面是一个很光明的有希望的明天。所以我天天都到海边那边，就坐在那边，我想说到底要逃还是不逃。那到后来我们学校有9个家教员的家庭，全家都可以逃的，9个家庭一起逃。所以我想说啊，死也是一次而已，我们大家一起去。所以我在那个小海港那边下船的时候，船开离
大概20分钟，我看到岸上很多那个共产在挥手，一直跟我们说再见再见，就是这是公开的，公开的让我们逃难，公开的，可是我们没有钱，但是这跟我们同船的有很多省份的长辈，还有也有小朋友，他们是要用钱来换的，就是最少是小朋友是8两，大人是10两到12两吧，就这样子。那他们是在船舱下面，那我们这几个家庭呢，全部都是在大概100多人在舢板上面。然后7月31号，过第二天就是8月了，那个时候是台风非常多的日子，所以我们从早上就是一个浪过来就从头湿到脚，然后风吹很冷，干了以后再来，就是一天大概有4次这样子，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这样子，然后吐，没有东西吃。我逃的时候我同学给我一些吐司，干吐司，就是有烘过的，还有一些我买的，就人家给我钱，我们没有剩什么钱，我买了一些番薯，就是煮熟然后把它切片晒干带上船。可是第三天全部都泡汤了，因为海浪这样子泡，面包也没得吃，番薯也没有，然后我们一家九口这样子饿这样子逃，经过新加坡验血，验耳朵跟手的血，可是睡了一个晚上，他医生跟护士说你们好好的睡，然后第二天可以上岸。我们以为是这样子，结果第二天就是像黄姐姐说的，就是那个拖缆把我们的船拖出去，拖到公海，就新加坡没望了，然后去了，经过泰国海，得到一个渔船送了一些粮食一些东西给我们，然后第7天到了马来西亚的那个岛，可是海军用机关枪扫，就是叫我们离开。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船上的一些长辈就开始争执，因为他们吵着要去澳洲还是去美国，或许别的国家就不要到台湾，大家的想法就是到台湾以后可能很快就变成共产，就又沦陷了，我们那么苦逃难，然后又在台湾被中共接收，所以不要，所以吵到后来船上有17个那个船员都是现在我们称的原住民，他们就要说你们如果坚持要逃的话，我的船就开去撞山，同归于尽。因为我记得你的船好像有这个独特性，就是本来是一个台湾的船，是台湾船。那我在今年农历年初六，我经过张正先生的那个太太廖小姐，帮我在那个天下独立评论的那个平台，有了一篇文章，让我找到当时在船上端东西给我父亲吃的那位船员的家人。那位端东西的潘先生不在了，他在6年前过世，然后我们有去看他家人，然后呢又另外见到一位住在板桥的一位船员，那他在讲，他说当时是越共把他们就是他们出海都是2艘船，一艘就是好像是带路的，然后一艘呢是拖网，就网鱼的，然后当时就是越共的船只出来就是要抓他们的时候，第一艘就跑掉了，然后第二艘正在拖网，不能停下来，就被他们抓进去。我坐的那艘船叫做群员二号，那现在已经卖掉了。这艘船就是当时那个船长被
被抓进去扣留，然后其他船员听说没有全部被关，他们都在船上，然后他们讲条件，你们如果想要自由脱身，什么事都没有的话，要帮我们带人出去。所以就是说有勾结的方式之下，就是不晓得越共共匪这边跟那个侨领之间怎么谈，就是合作，就是我现在我收你十两黄金，然后你要多少给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匪谍，那个共匪，是这样。那我们传到了在那个马来西亚那边吵完以后，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他端了很多美金，有一位侨领拿了很多很大笔，我亲眼看到了，他拿黄那个美金美钞给船长，船长不收，船长是高雄人，船长也不在了。我见到船长夫人，就今年的农历年见到他们。那后来呢，他们就是关心的那种方式，就把船，因为船上的那些通讯的一些东西都被拆光光了，所以他凭那个经验还有听那个广播，就是用这种方式回到台湾。我们的船到了第十六天停在西子湾，高雄西子湾，然后那时候没水没粮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上船呢，我们很幸运，就是坐到高雄渔船有粮食给我们吃，就是吃什么一些粥，还有一些杂鱼，就是越共留下来的，其他的全部充公了。我是这样子逃出来。那我所知道的就是现在听人家讲的公开半公开都有，这都是事实。还有说到南方人跟北方人会起冲突呢，就是刚刚郭先生所说的那个文化，就是接受的一些教育不同，他们的理念不同。然后南方人他们那时候就是逃得很苦，他会认为说，因为他没有想到说是河内那个共产政府的做法，而他是认为说你是北方人，你就是我的仇人。所以我自己所经历到的，现在有一些嫁来这边的外配，很多朋友，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遇到北方人，他是南方人，遇到北方人他问路的时候，我就知道的话，我就讲给他听的时候，他跟我讲，而且不要理他们，那是北方人，不要理他们，不要跟他们交朋友，就是他们有这种想法，到现在还有，对，三十年后还有，目前还是这样，在路上就是这样。对，就像加拿大、美国一些地方，还有人拿着南越的国旗，对，有人是这边还有人组织，拿那个就是黄底三条红的，对，那个越南国旗越的，对，嗯，我因为我讲讲太多了，不晓得还有哪位朋友，在王老旁导师，美国都要拿到，你可以拿到，然后再传给我。我们分享经验，我的老人健康体还是有那个黄底三两红的国旗。老师好，我叫静轩，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对，然后对这个议题最近还蛮有兴趣的。虽然越南难民这个议题我之前有听过，但是没有特别去了解。那今天会来是因为最近我在做一些报道，然后刚好也是里面有牵涉到越南难民，然后抱着一个好奇心态来看。就是我在做一个研究，是说，在台湾呢，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的外国人，那我在收集资料当中呢，我看到的资料应该是台湾那个戒严时期的补偿基金会的资料，然后里面我看到国籍的部分，我看到几个越南人的名字，他的背景是写越南难民，但是没有写说几年被抓，什么原因被抓，或被判了几年。然后我上网查他的名字，有一个人叫阮明，是以前的越南的网球国手，然后他逃到了澎湖，然后之后也帮台湾打网球。那至于什么事情又被判刑，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对啊，所以抱着这个好奇心来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
那刚刚像二前辈说到，可能是说会不会他们逃了来澎湖之后呢，又被冠上了共匪的名的一个罪名，然后又被关了。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对啊，但我后来也是听到说一些什么是不是善罢事件还是什么的，跟一些越南船有关系的。就是我对台湾的那边当然我没有特别多的研究，是我觉得台上应该有人更有资格讲更多的详细。对，因为说我有一艘船就以为是共匪的船，然后但其实是一个越南船。但是就给意外的给炸了，但是那照片环保是这是你能说，我听你说吧。谢谢。首先我在这里啊，应该要感谢。首先我要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位文友欧鸿明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跟。这位出生自香港移民加拿大的知名女作家黄金惠是进一步的接触。当我知道黄女士在撰写这个《不漏洞》啊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我觉得一个她完全跟越南以及越南难民毫无瓜葛的一个人，他有这份心去受到那个越南难民的不幸的遭遇，毅然而然决定写这本书，这个精神，这份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敬佩的。太客气了，就是，但是我很明叔真的很慷慨，就是很大的帮助，要不我觉得不能成事了。对对，然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出生自越南提案，我在那边出生的。越南提案，越南话叫做哲呢，责任就是大街市的意思，可见这个城市是多么的热闹跟繁荣了。一直以来在我的心目中，台湾是我的祖国，那越南提案是我的故乡。在那个我是在1967年，民国67年，就是1978年，才离开越南回到台湾。但是我不是难民，我是政府透过红十字会用飞机载我回来的。但是那个我是在越南沦陷了之后3年才出来，在这3年里头，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事实，所以包括就是那个时候的氛围啊，那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彷徨，大家都在恐慌，都在忧愁里头过日子，所以才有大批大批的难民逃出，不顾生命的危险逃难。不光是从水路逃生哦，也有很多是陆路逃生的，就是从北越边界逃到中国大陆去。逃亡的过程啊，多灾多难，说也说不完。但是就是我因为收到黄女士哈，写这本书的那个决心，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我又敬佩又惭愧。我觉得我自己出生自那个地方，又写过那么多文章，我没有把我一直以来那个
这个60年来的那个大时代的历史过程，我都是亲自过经历过的。我今年66岁，所以我很惭愧自己没有去写。后来受到他的那个影响，那个激励，一本超过20万字的战争爱情长篇小说《水海飘零》在去年8月出版了。我这本书，我这本书不是写传记，我是以小说的形式，把60年来那个近代史啊所发生的各个过程融入在小说里头，让大家很比较以轻松一点的心情，像看小说一样，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真正的历史过程，一个个一段一段。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我那本书，是在国际上都可以订到，亚马逊可以买得到。那所以我讲出来是因为说不入冬啊是激励的才有水海飘零的诞生，所以我还是蛮感谢黄女士的。我不用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写的这个东西能够引发更多人出来，出来讲自己的回忆，作为一个起点，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就像今天这样啊。水海飘零，那个难民故事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章节而已，其实它里头的故事是涵盖的整个60年来的大时代的历史，不光是讲难民，难民只是一个小章节而已。所以，最后我时间已经很晚了，最后哈，我以很诚恳的在希望，在这个漫长而且悲惨的战争中，以及在战后各种灾难里头牺牲的灵魂得到安息，谢谢大家。对，谢谢谢谢。我们真的很高兴听见好多趁有的一些趁胜尽力的，他们都退休了，就能够还趁战，他们还健康健在的时候，能够慢慢的。爬书这段历史，讲给我们听，我们才有机会再深入一些了解这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对，哎，我看见云上来了，Hello，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讲的？哦，不好意思，我今天迟到了，我刚刚有一个那个口试。然后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那个俊慧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那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位，我这边有好多位都是那个读评的作者，就是宗鼎。然后今天有宗鼎的朋友吴英杰先生，他从印尼过来，就是从印尼过来那个来听这一场，然后也来见宗鼎这样子。那我刚刚其实在台大参加一个那个新闻组的口试，他谈的是缅甸的。就是缅甸的云南人的移民，其实他在谈他们如何在台湾迁徙以及建立自己的认同。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今天我们在谈的是越南，而且是越南的故事。然后越南的朋友，哦，这一位也是越南的，我们的老师，他是90年代才来台湾的，对，他是坐飞机来的，游泳，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种移动是，就是他们其实是透过陆路，然后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的移动，然后他们怎么样固守他们的信仰。可是越南的，我觉得这一块的移动是非常有趣的。你看越南几乎全世界都有越南人，然后
全世界越南人其实都会讲越南话，而且他们对于那个文化的认同，他不见得是聚居，他其实都是散居在很多很多地方，可是他们的那个向心力，还有他们对文化，还有我觉得有可能是经历过那样子的战争，然后反而是回过头来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坚强的认同。然后刚刚其实英姐在下面跟我分享，她刚好也在2006年的时候也在温哥华，所以我们就在说你们说不定在某一段时间你们是同时在温哥华，只是你们彼此不认识。对对对，就今天很高兴可以，然后可以见到光慧姐。光慧姐上次也来谈她的故事，然后光慧姐后来有找到她的恩人，对吗？上次对那个故事我觉得也很感人。对，那谢谢，就谢谢作者。但很高兴现在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的朋友过来，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就问了，哎，不是在印尼，在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些文献呢？是有跟这件事件有关系呢？因为他们是很受到这件事件的冲击。我看的就是主要是加拿大英语，还是有一些香港的。那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受到影响的其实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整理。我记得这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吧，有一家菲律宾的一个大学，我不太认识他们的学院呢，他就是跟我讲你有没有认识在菲律宾停留过的一些难民。那为什么？因为好多比如说尤其是美国愿意接受的一些难民，他们通常就要求他们到那个菲律宾有一个 processing center， 就是给他们做一些处理，给他们一些适应的process， 然后才安排他们飞到去美国去，他们在找这一个人。那他就跟我说了，那我很抱歉，我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带过这个菲律宾难民营，但是他给我说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希望把那个越南难民事件也加进到那个菲律宾的历史里面，因为其实越南难民不但是越南的历史，也是一整个地域，其实这个东南亚的历史之一。没，就是缺乏的就是有一个空洞，是吧？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受冲击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大浪打进来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件事慢慢的褪色了，慢慢的就结束，上港也是一样啊，就好像没有再跟进啊，没有再去回望这样子。但是我希望这一次是一个机会啊。对，刚刚郭大哥也在，郭大哥刚刚说过话，对，郭大哥，谢谢。我有一件补充一下，今天我回去之后，我会把今天不漏洞拉的新书发表会，我会写一篇短文，然后将会张贴在美国芝加哥封笔网站。这个网站很成功哦，班德有400多位作家为他写稿，里头有诗，有散文，有随笔，有各种文体都有啊，介绍给大家，可以不妨上去看看。然后我这篇文章也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有 email 的话，就是电子邮箱的话，你给我的话，我会传给大家来分享我今天对吴若东啊新书发表会的那些。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呢，也请黄女士也写一篇文章来回应一下。对我那个，我等一下会送你一本那个《我的水海之旅》，我是有目的的，我也希望你送一本《若东拉》给我。其实也应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黄女士如果把你们的这把你的这个网站跟灿烂时光分享，那就是在台湾的那些对东南亚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
组织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存在，因为可能台湾普遍的人对于这个越棉寮的一些华人可能了解不特别多，就是当时是灿烂时光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组织啊，他们也是对于这方面很多的接触，所以他们应该是很乐意的。对，认识的有多一些这样的资料。如果你们给那个 email 给我，我可以传给你们看。我补充一下啊，这个刚刚讲封笔网站啊，在全球刚刚讲的400个作家，那是全球的作家，不是台湾而已啊，全球华人的作家，所以他的范围，他的对华文非常的广，全球的读者都可以看得到。是一个很成功的比赛，我觉得这也是偶然的一个这是历史上的偶然，就是不是因为这个难民潮的话啊，但不是那这样这个离散，也不会就有一个这样的全球性的一个结果。对，这个他是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越南苗的会长。对，不是。那所以我有带了一些书来，送给你们那个灿烂时光。我可以跟您讲话，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越棉寮华人作家协会出版的书，叫《梅江新潮》。那出版了3集。那我现在当了那个。就是人家推哎，对对对，我就把那些书送给你，介绍一下。然后如果以后有文章分享的话，就给 email 给我，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每次有点，就是我其实是你要不要拿麦克风？对，麦克风，拿一下那个麦克风。念书好一阵子，然后才回来，在上海教完书，现在回来台湾。那在美国当那个越南就是难民的整个社群是蛮大。那我的很多朋友是第二代，就是说7、8年可能才刚出生啊，就随着爸爸妈妈从夏威夷然后在美国。那但是这一群的第二代的越南美国人，事实上很多后来都就说也是念常春藤名校啊，非常成功，那跟整个就是 Catholic Church 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紧密，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家庭是很紧密的，讲很多后来当医生的啦，但是那个认同是很困难的，就是那我就想听听看说不知道。然后我有一个很好朋友，就是说他也是念哥大，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到30年后，他自己回到胡志明市的时候，第一次他爸爸才跟他一起回去。然后他跟我描述那个回去的过程是，就是心情上面是很复杂的。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有没有对。我是1978年离开越南，然后在1990年那时候开放，然后我们回越南的话都要经过泰国，都要在泰国睡一个晚上还是2个晚上，要等机那个机器然后回去越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是跟我家里第三个妹妹，两姐妹在飞机快要降落在那个新山一机场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很害怕，我的眼泪一直流不停，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在发抖。然后飞机停下来了，我妹妹说一直咬我，姐姐你不要这样子，你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表情，人家看到一定会抓你来问话。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害怕呢？因为我当时在学校，我负责很多很多工作，包括学校的那个福利社，就是卖文具的。然后我当时是在学校
参加了青年共青团，我是里面的团书记，我管青年团、青年会、少年先锋队，包括儿童，还在流鼻涕的那个三岁的儿童队，我都是我管。我为什么那么卖力呢？我曾经让我家人认为我是已经共产思想入脑了。我回到家呢，每一个弟弟妹妹都是远远的，站远远的。我父亲说共产婆回来了，我很痛苦。可是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怕他们把我爸爸抓去劳改，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很多被抓去回来一些高官，就是降级的，回来以后就是因为他们被就是说坐牢劳改，他们是躺在地上然后中风，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那个一边脸就是左边还是右边没有办法治，然后就流口水流眼泪，这样子很惨。然后我也有一些同村的朋友呢，就是他们规定15、16岁就要去做义务劳动3年。那我们在学校呢，我们也是要去做，就在王小姐的书里面有写到，就是有人说去新经济区，然后去一些海边挖那个粘土，堆成那个像梯田一样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堆那个土呢？是因为他们在海里面挖上来，堆完以后那个是一个像池塘一样的，但是在海里面，然后养鱼。听说那个鱼是淡水养在海里面的鱼很好吃，那个就是好像海口流出来的水去养的。那我们曾经去做过这个工作，政府要我们去做这个，就在暑假啦、长连假啦去做，但是我们没有粮食的，自己要背粮食去。然后一出去的话，就是要住在外面，最少10天、15天。那我们因为大家都很苦，所以有东西互相分来吃。那时候呢，就看到人性的那种温情，就是不会分说啊，你家很有钱，我家很穷，这样子，就是有东西大家在一起，所以非常快乐。我有另外6个，就是华侨的同事，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常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有故事。现在有的在法国，有几个在加拿大，但是有一个大哥哥，因为喝酒，婚姻关系喝酒，然后肝硬化死掉了，也是带回去，骨灰带回越南。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硕士养的鱼，这是淡水养的鱼，这鱼有鱼有收获的话是政府的吗？是政府的。嗯，那个因为我们去做是做政府的工作。嗯，然后这边淡水就是有那个什么什么笔仔树的那种水笔仔，就是他们的根啊，老的时候它会干枯在泥土里面。我曾经有一个同事，就是踩下去的时候就从脚掌上面穿过来，很可怕。不过我们华人的想法呢，都大家都很坚强去做这个。这个越南话叫做 Dap Le， Dap Le 就是堆题， Dap Le 就是堆题。那我们堆题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还要，比如说我们搬那个粘土很重，吃又很少，人每个人都瘦40几公斤这样。那我们用连锁的方式，就是一个在这里，一个对面这样子，然后挖起来的粘土呢就抛给对面那个人，
那抛过去的时候还玩，就一边抛一边玩，就故意的就从高高的样丢下去让他接，然后他接不到的话我们也觉得很好笑，这样子边做边玩，就是在痛苦里面找寻快乐。然后通常我们说这个题还要搬200块的时候呢，他不会说1、2、3、4这样数过去，他是从200开始数，200、199、198这样子一直数到完。所以那种心情呢，就是说在很累很饿然后很痛苦的那种思想，但是很快乐的玩，就是完成这个工作。那我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越南的人群一直逃，就是像我当初我有分享的，就是我们家用共和国的钱500块只换到1块，我们家有570块，所以那70块是废的，只有换到1块钱。然后换了3次钱，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他要打资产，就是把那个有钱的人的钱都没有办法拿来用，就慢慢就是钱变成全部人都一样。还有我讲过一个人民公社，他们给我们去买布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7个同伴，我们都很好的，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家弟妹多，他说我不要，他也不要，然后这两个人让那块布给我呢，就可以做一条长裤，譬如这样子，这条长裤是让哪一个弟弟妹妹穿。那如果说他们的布料是怎么分，你的是花的，它是格子的，它是什么颜色的，就5颜6色在身上，也是这样子。但是面粉袋我们也穿过，但是面粉袋它是苏俄来的时候，它面粉袋是有玫瑰花的，白底粉红色桃红色的那个玫瑰花，所以做起来很漂亮，面粉袋。他说讲不完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跟背景都不一样。我们只能说分享我们的故事，并不是说想要讲什么，而是说大家互相当个朋友一样这样子。对，这是一点一滴加起来就是整个历史这样。对，就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对等到谢谢王女士，那谢谢大家分享。我其实没有听到前面，就是我其实还蛮好奇，就是魏成，就是董毅小姐，为什么会想要出一本就是香港人写的越南难民的书？对，这就是一个陌生人，陌生人。而且你们之前应该不认识嘛，对不对？你在网络，你们是在脸书上认网友，对对对，这个可以请总编辑说一下。对，然后包括俊慧，你也可以谈一下，那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台湾的没见过的总编辑？我刚刚前面有稍微谈过，不过应该是说魏晨本来就是一个蛮我们是不太害怕出第一次出书的人的书，所以对俊，我当然是不认识俊慧，然后他过去也没有正式在出版界的一个作品嘛。那我知道他个人自己有出过电子书，对不对？有出过电子书，对，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历史研究的兴趣。那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出版社要看的是那个题材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他今天所采集到的这些故事是得来不易的，那个是要有很多很多的机缘巧合才有办法出现。因为我想俊慧去采访明书啊或是郑老师，他是经过很长的过程，而且有很多人他也是在陌生人的情况下他们接受了他的采访。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基础的，就是写作者他的一个敏锐度，就说他知道比如说他刚刚前面有说，就是每一个案例他的代表性，然后还有他其实是想要写不同难民营，他其实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状况。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他的很多题材代表性然后平衡性都有了。那我想只是说缺乏的是后面出版社要怎么去制作它。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个当代来讲，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想留住这些可能会流失的口述的故事。对，就像俊慧讲的，其实台湾在看很多东南亚的东西，很多来自西方的观点。对，不管是现在的一些政治问题哦，或是国际的冲突，然后跟以前的历史，我觉得有太多来自于国外的翻译。那可是如果是华人自己的观点写的，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情感。对，就是他其实让我看到是说，从华人的视角所自己搜集到的这个书哈，我觉得它有不一样意义啦。那我自己是觉得，我是很喜欢，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想要多做华文出版品的一个出版社，对，所以我觉得在东南亚的一些作品上面，其实我常常觉得西方的很多题材它不一定已经做得很成熟了，所以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鼓励一个这样子的作者？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书就是说我觉得出版社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我想就是说这大概就是目前我们共同合作所能够交出来的作品。那我自己是觉得这段路其实可能等到俊慧回到香港跟回来台北，就是说甚至台湾的其他的城市做了这个分享，好像这个 journey 才会完成。我其实今天听他分享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有些是书中没有的，然后我听到了更多我在体会他写作的这个过程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像那个他的定的那个英文书名就是 Four People Saga 嘛，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旅程。那我不太知道说这本书它在我们这个出版界的旅程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它有出版，它就可以有被阅读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让很多的故事不随着人的凋零消失这样。好，谢谢。我其实我跟别人有的时候跟别人讲，就是小瑞是很有胆色的，就跟着这一本说出一个很，这是挺有特色的这个题目。但是我老是觉得呢，这是越南全民的故事，如果不被保存，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但是我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机会，也感谢蔚城出版社。夏俊佩主编跟庄瑞林总编辑，他们在那个结构方面的是留下了一些功夫，也下了一些插图，因为我主要的图片都是从难民身上得到的，他们就给我找到更多，比如说香港那边的一些东西，那就丰富的更多，对。所以我就希望他们谢谢他们帮忙，也谢谢他们出版，对。对，还有谁还没有拿到麦克风？前面，对，还没有拿过麦克风。来。嗨，我是美国华侨ABC， 就我的中文有可能需要帮忙翻译一下下的。那个我是想问大概两样事情。就是有一点像就是美国人的角度来那样子，在美国我知道当一个 refugee 是会到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那个怎么样 xenophobia xenophobia 对那个就是排外，对，那样子我就不知道对那个在亚洲这边也是会不会受到这样子的 even though 有看得像华侨华人那样子，眼看得像，只是你的文化不一样，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在台湾啊还是香港有没有这样子的故事？哎，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黄光贵女士，你在台湾当初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是自己是一个
insider， 就是在里面的，还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也是在外，就是从外面看的这个身份呢。我们当初在澎湖，没关系，我在澎湖住了8个多月，因为我父亲他说的就是他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要保存，所以他不希望我们到任何国外，就是不管加拿大、美国还是英国、法国也好，他不希望我们去，他是说我们还可以说把持得住，就是还会中文，但是如果我们后面的那一代第二代就没有机会学到中文的话，在家里因为不在家里讲那个自己的方言还是讲国语学中文，所以久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外国人，就他所形容的就是像那个池塘里面那个浮萍会飘的那个东西，所以他坚决，就因为我们家有9个人，里面有2个，第二跟第四的，第二是妹妹，第四是弟弟，这2个人要到美国去，他们说当政府就是说告诉我们说美国有收留难民的时候，他们2个要报名去。爸爸说不准，所以我们9个人要留下来。不过我后来那个二妹也嫁到美国去了，嫁给同乡，不是嫁外国人。我们住在台湾，因为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是我有学中文，我们的华文的基础都有，所以来到台湾，我们只觉得说。我们住在一个多了一个就是福建话那个闽南语，其他的都不会很陌生，生活习惯传统观念所有都保持住，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就像刚刚黄女士说的，台湾是我们的祖国，越南是我们的故乡，这种想法做法。那你在街上的别人都他们的其他人都觉得你是台湾人呢，就是不会说你是因为像香港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他看得出有分别啊。我们脸都是一样是黄皮肤，我们讲话就是因为妈妈是广东人，父亲是福建，所以然后他会讲客家话，那这些话我都会讲，那我在台湾我用国语，不过有广东腔，广东腔很重，别人没有排斥，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讲我们从哪里来，那他觉得很奇怪，因为越南小姐呢是很苗条，我在越南来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是48公斤，可是现在是60几公斤，所以我遇到就是移工，就是来这边做上班做工的人，老公还有外配，我开口讲我会讲南方话北方话，所以他们觉得很压抑，他问阿姨你什么时候学会讲越南话，我说我在那边长大，他们不信，没有人相信，他说他用这样子比什么就是很怕，他说你不像越南人，我说是啊，我不是越南人，我是在越南长大的华人，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台湾我的生活，我的就是在外都不会觉得很陌生，别人也不会把我看得怎么样，那他们只觉得说我那个胖胖的那个，因为我们开一个烧腊店卖便当，他说那个烧腊店的那个胖胖的老板娘会讲越南话，就这样子。那你要讲一下香港的越南人在香港生活的情况。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些记者在问我有没有认识一些现在在香港的越南人，很可惜我没有遇上，对，我就只是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些有关于他们的事情，因为香港的一些那些那就有一部分
就是两边都不受，就是外国不接受他们，然后他越南也不要他们，当中也是有的是本身有案底的，就是犯过事的这些人，所以香港政府就是只有让他们留下来，因为让他们自己工作还总是比养着他们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说到这里就是在难民的问题上面，这是两难的方面。因为比如说难民太多了，很多的时候你允许他们去工作，那就是担心的是他们是不是越来越多人会过来，就是像香港当初接受越南难民就是允许他们去工作啊，允许他们开银行账户，那他们告诉了同乡，他们好多人就过来，所以在收容国的一个角度，他们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呢，你把他们困在那个难民营，不允许出去的话，那就是说他们无所事事，就没有生产，然后还有就是政府啊，还有这个什么组织也好，也是要养着他们，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从那个什么政策的层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 dilemma， 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经过现在的那个难民问题以后可能全世界好多这个国家可能真的其实应该做起来看看现在的那个难民政策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那个所谓的一个convention， 就是1951年的事，这是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是因应的那个情况来定下来。那这现在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那不是就超过60年的东西，是不是还是很能够 apply to what's today 的。那我就是希望能够不同的国家真正能够不但是这么好多现在就是很政治化真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是认真的合作来才这样才能够解决那个危机。对，是这样。没错。 OK， thank you。 这个我觉得好像这样子的这些故事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需要记录下来。那样子我不知道第二代有没有真正的跟他们分享你们自己的那个力量跟 courage 那个这个过程，那样子是你们的自己的怎么讲identity 那样子。只是也是他们的，我不知道第二代有没有这样子当一个第二代的那个华侨，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过程。只是我知道好像刚才有一个小姐她刚才说越南那个越南在那个美国啊好好啊，又是医生又是什么那样子，只是我自己本身认识的有很多人不是那么好那样子，没有那么好，那个好像有可能他们有受到 trauma， 不是他们自己， 对不是他们自己，只是好像是第二代好像有影响受到他们上一代的那个 trauma， 就是这个过程。那个他们好像我有听到就是说有他们很多会有那个 drug abuse， 会有喝酒很厉害，会有黑社会的这样子的来往的，就是这些那样子，就是还有 depression， 是不是？这样子有很多这样子的。我就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个家庭也有人的是脾气就是有点的就是怪怪，就是不能 let go， 那边 let go 就是不能放开，就是在过了好多年都是这样，就是肯定是受到创伤的。我就不知道那个 statistics。我知道美国有这个问题，他们是美国最近有就是亚太人亚太裔
Asian 那个 NGO 那样子，他们有开始去检验出来这些research 那样子，我就知道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子。对，现在的不难民已经朝着说浮现出来了，已经就是心理的问题，尤其是受到战争，就心理上也好，也有人因为战争也是断肢的这个受伤，还有没有了手，没有了脚，这我们能够预期这是有长期的一个创伤，对。但是我想着怎么要去 support， right？ How to support them in the long run？ 对， yeah. 对啊，还有那个，对啊。有点迟到，但是我听到后半部，因为其实我是从 Vancouver Washington 搬到 Vancouver BC。哦 ，OK。所以说我在美国非常喜欢那个越南面 pho， 非常喜欢。所以呢，我到了温哥华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找那个越南面。其实我其实温哥华，我印象中我连一个越南朋友都没有。很少认识，我不晓得说你的资料是怎么来，因为我其实蛮有兴趣，我永远三天都很难找到，最后在那个三号路跟五号路上才有，你知道吧 ？Richmond。哦，在 Richmond 啊 ，Richmond 也不是特别多的。对 ，Richmond 就是不特别多。Richmond 在温哥华，算是知道 Kingsway， Vancouver East Side， you know Kingsway。我知道 Kingsway 是很多印度人居住的地方嘛。Kingsway， 从那个你知道温哥华就是从西到东都是有Oak Canby Oak and the Main Street， 对， and after Main Street is Fraser， 对 ，Fraser and Knight，Fraser and Knight 都是好多 ，Fraser and Knight 一直往北，一直从 Kingsway 那边一直到那个第一届。First Avenue 差不多这个地方，这 Commercial Drive、mm-hmm. 这个 area 那个上就是好多越南人， oh, 就是那么就是比较多的一个商号，但是过了那么多年，有好多的第二代都是搬到不同的地方去，比如说郑老师他们已经搬到 Surrey 也有一个越南群的越南人也有。居住在一起的，对。Okay， 因为我说我从美国搬过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同学是越南人，所以我也听过那边越南的故事。然后我的同学在 Intel 上班，在 HP 上班，又是念电子，那个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所以说我认识这些越南人，我也跟他们做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到了温哥华之后，其实很少看到，因为我住在 Richmond 就香港人多一点，对，相对比较讲广东话就可以，就是。对，我今天的广东腔挺多的，我都广东人，所以我不晓得说你这些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才知道说原来，越南难民有到加拿大去，我一个都没有遇过，反而是印度人真的非常多 ，Surrey 都是印度人，然后那个 Richmond 都是香港人，所以我是蛮有兴趣想知道说这些人他在温哥华族群到底有多大，几多人。I don't have numbers with me. Like, 我这数字我就是没有算起来，但是我刚是总共几十万都有的，都有的是全国，我是全国，因为当时在加拿大接受了他们的人很跟他们的家属，但是不是他们没有选择传的，因为是难民嘛，就是有他们会通常会分配每一个地方分配一些。所以我认识有的人当初是在那个中部的那个Saskatchewan 都有的，对，那边后来他们也有是搬到其他的地方，跟其他的越南人聚在一起，这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Kingsway 就是其中一个地方，在东部也有，就是 Toronto 也有一些的，所以说的一个起点就是可以找，所以先找一些比较多越南餐厅的一些地方，现在有一个 little Saigon， 也不是很大了，当然你不能跟那个美国那个什么 Santa Ana 那边比，当然不可以，没有那个福禄寿广场那样。
但是就是在那 Kingsway 那边，在Mountain Joseph Hospital 那边的开始，又看见好多人越南的一些商店啊，就是在这里也有一些。OK， 因为我不想说越南有这么大，就说每次都开车过边界到美国去吃越南菜。因为我不想说，我真的不想到越，我只知道说有少数越南人，我一个都没有见过。我待了5年，我没有越南朋友，也没有越南的。是吧？我有吃过 pho， 但是没有知道说原来越南难民有到加拿大去的。对，其实你去见越南人的话，他们是有关联的，就是家属，可能是家属介绍来，接他们过来，然后是第二代这样的。OK， 所以你也没有 number 说有多少人在大概在温哥华？在温哥华可能是要看 census， 因为他们这现在也是扩大了一些人也是不断的迁移，所以我觉得要跟加拿大政府了解一下。OK， 我只是好奇，因为我真的没有遇过，因为我同学都姓 Wayne， 姓阮的。对，那可是我在加拿大，我是真的一个没有遇到。刚想到说加拿大，你是温哥华来，可是我一个都没有遇到，我就觉得很好奇，怎么你住在的地方会有遇到，而且你去写成越南。我的朋友就是在其他工作的那个 capacity， 这地方遇上的，所以不是在自己的生活的那个地方，不是在 Richmond， 不是。OK。没有，我只是好奇。谢谢你啊，谢谢。因为如果我要写的话，我写香港人、印度人，因为我的香港、印度同事非常多。那我们是印度人很多，对。Vancouver 不是 Vancouver。就是我刚才说，这是一个那么多元，也是一个宽容的这个地方，所以也是就是在条件上也是帮助我能写这个作品的一个原因，对。对。所以我也是感谢加拿大的。OK， 好，不好意思，我打字差了。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有可能可以连接到刚才前面那个认同的问题，就是您在加拿大遇到的一些朋友，也许这个普通话或是英文可以沟通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跟你特别讲到说他们是从越南来的华人，他们可能就是跟你讲说自己是有华人背景，或是用广东话可以沟通的情况下，他就不会去提这个。所以因为俊慧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认同的这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有一些人就是在书中所谓是三色兵嘛，那他有三个可能的认同的来源，所以我想是不是俊慧如果可以的话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您在那个做访谈的过程当中，这种认同转变的问题，或是特别针对某一种认同来呈现的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也没有特别 consciously 去想这个问题，我可能有加一点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也是一个移民，我不是难民的，我是也属于一个华人搬到去。加拿大，但他跟他们也有一点点的 common ground， 就是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偶然有的时候是有点纠结。我发现越南华人呢，就是上一代，他们也挺喜欢看一些香港的一些节目啊，就是就是流行文化就有点很 connect 的，这个也是我们跟他们能够谈话的一个地方。其实回到你刚才所说，我身边的香港人其实也不太认识越南人的，除非就是上学啊，我做什么一些专业可能是遇上，但是我身边的一些华人香港人其实真正的面对面认识的不多，所以当初他们有的人知道我写的这个题材的时候，为什么是越南呢？啊，这个越南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写的我是觉得也是挺奇妙的啊。因为我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唯一遇到一个越南人是到越南餐厅，在三号路上越南餐厅吃饭，我是很好奇，我说你是 Are you really from Vietnam？ 他说 No， I'm actually moving up from。United States， 他说他们是越南人，可是他们是从美国搬上来，他们并不是从越南搬上来，搬到加拿大去。
那是我唯一遇过一个第一个越南人。那至于钟鼎兄讲的那个，倒是我还没有遇过一个越南从美国到加拿大，没有一个告诉我说他是华人，他直接他很骄傲告诉我 I'm Vietnamese， 他就直接讲我，他没有讲说 I'm Chinese， 那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讲，他们都直接讲说我是越南，我在胡志明市出生，我在河内出生，在某某地方出生。我第一次，尤其是真的不好意思，我孤陋寡闻，我第一次听到说会有三种认同，然后自己讲说自己是那个华人。对，我是个人经验，我没有听过。他们很高兴讲，因为他们的姓就是 Wayne， 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叫 C Wayne， 对 N G U Y E N， 他就我还不会发那个音，所以问他名字怎么发音，他说我这是软，就是 Wayne， 然后我记得那个姓啊，很多啊。我只知道越南两个姓，一个姓李，一个姓阮。啊，我的认识的越南朋友就只有这两个姓，所以我没有听过其他的。他们讲说他，这点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不好意思，我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说他会说自己是华人，没有说自己是越南人。对，真的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其他问题。我跟大家补充一下。我去年才回去越南一次，越南现在的气氛跟我在离开前完全不一样。他们是从1986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整个气氛整个社会都很安定，没有像我在的时候，我离开之前那三年啊，动荡不安的那种，人心彷徨的那种，已经完全没有。所以现在我去年回去不用经过泰国，直接就飞到胡志明市，那个那边我也从南走到北。回来之后我写了26篇文章，26篇文章是每一个我去到来每一个地方我写一篇，然后一共26篇文章。谢谢。哦 ，OK， 谢谢。差不多了，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真的是对我认识。谢谢 ，Thank you， 谢谢王老师啊，谢谢张生。谢谢。那我就准备结束了。没办法，我们礼拜六还有一场谈台湾越南难民的纪录片。那俊慧也会来吗？对，也会来。好，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礼拜六下午再来看。尤其是，不过他不一定，他现在还不一定，因为他在越南，他在柬埔寨，可是好像有台风，之后会把他挡住。好了，那今天就谢谢蔚晨，谢谢俊慧，谢谢钟女士，谢谢大家。